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。一乃赖某雪碧方奇源上月被曝涉嫌中介小模到海外坐台，他已否认中介传闻，昨日又冒出全新内幕，因麦当泡奶茶爆红的真奶姊妹夸牛奶被指涉猎在陪酒小模名单中。不仅如此，他疑似在十年前三点全露的外拍照也遭到起底，不过对此牛奶儿全都否认，认为是被恶意攻击。据《镜周刊》报道，牛奶儿被爆料是雪碧中介名单之一，网络上甚至疯传他十年前拍摄的外拍照片，而且从照片看来尺度非常惊人，包括忘情揉奶、豪放露三点，还有开腿露出私密处，各种卖力摆弄女体的照片。报道指出 F 罩杯的牛奶儿当年目测确实有 B 罩杯，可以说是判若两奶，似乎有整形之嫌。不过周刊求证时，牛奶儿一概否认，认为有人故意在弄他，根本是恶意攻击。那组被疯传的外拍照根本不是他，那个照片我之前就已经讲过了，不要随便拿一个类似我的照片就说是我。牛奶儿认为被恶意攻击，雪碧上月也否认中介传闻。翻摄自牛奶儿脸书。